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大佬。阅读前请您动动手指点点订阅，您的支持是我更新的动力。今天我们说一下除夕开运风水。除夕的十大风水讲究：一，如果要打扫居室的话，请就在除夕那天做好，如果居室有不想要的东西也在那天移除为好，打扫时请把角落等打扫干净为好，特别是家中的财气位要弄得明亮光洁，生气勃勃。同时要谨记正月初一严禁洒扫与倒垃圾，会把家里的福气财运扫光光。若真要动扫帚，记得由外往内扫，这样不会把财气扫走。二，放爆竹。春节燃放爆竹之俗始于汉代，爆竹是中国特产，亦称爆仗、炮仗、鞭炮，其起源很早，至今有2000多年的历史。放爆竹可以创造出喜庆热闹的气氛，是节日的一种娱乐活动，也是为自己驱除不利运势、迎来好运的习惯。三，在初一避免吃稀饭。这天若是吃稀饭，这一年外出会被雨淋，甚至大雨会将田畜冲垮。此外，吃稀饭是贫穷的象征，初一吃稀饭，恐怕之后都得过着贫穷的生活。还有在初一时尽量不动刀剪针线，一旦有差错，如出道少，会招致破败等不吉利的事儿，也有很有可能把财路剪断。忌洗衣，因为水神生日是初一初二，因此这二日不宜洗衣。四，正月初一打破碗碟杯盘，所谓着这年会有破运。补救方式是用红纸包起来，口中念岁岁平安等吉祥话，并放在神案上数天，即可化解灾难。五，如果放橘树或吉祥物的话，建议放在财气位，就是入门的左边或右边对角线的位置。该位置最好不要是走道通路，而是能形成一个角落聚财之象，在这上面摆放一些吉祥物，就有增加财源的机会。六，新春想在家中放鲜花来装点居室的话，建议放在家中的西北方位，如9朵玫瑰，可让来年增加强爱情和婚姻运。七，如果新春在家中摆设一些孔雀、骏马之类的动物，即有所谓孔雀开屏、马到成功之意，这样的好意思谁不希望？当然在选择时要选栩栩如生的，如孔雀不开屏、马儿垂头丧气的就不要购买了。其他装饰物也是如此标准，吉祥兽摆设包括龙、麒麟、龟、金鱼、锦鲤、羊、牛、马、鹤、象等，都是令人感到心境平和的物品，甚至能引发家居风水的改变，令宅中人事顺利。八，春节时如果在进门的迎面处摆放绿色阔叶类植物，这样不但可以避免煞气，还能起到招财进宝的作用，能为自己带来好运。九，贴春联时要注意春联的上下联不能贴反，在平时也要看到春联贴反这一情况，要注意区分上下联，主要是平与字，一般上联的最后一个字是次声，而下联通常最后一个字是平声。过了春节，春联也不要随便揭下来，而且贴到越牢越好，最好能够保持一年，来年春节前再贴春联的时候贴在旧春联的上面。十，真正贴福字的时间应该在30的下午，太阳尚未落下之前，且顺序应该是从外向里贴，先贴抬头福，再贴门福，以此类推，最后一个才能贴道福，意味着一年的福气都要从外面流进来。福的正确贴法是正门、前门、墙上，福字要正贴。如果去年运不好，想讨个口彩的话，可以倒贴。而后门、洗手间、厨房、垃圾桶等汇集之所，福字则要倒贴。除夕的十大风水讲究：一，如果是自家大门对准邻居家大门，那么请务必在自家大门口外院的门框上挂两个中国结，以趋利避害。二，大门上的福字千万不要倒着贴，但家中破损的家具要处理，该扔的扔，该修理的修理，千万不要借时坐在摇晃的椅子上。四，检查家中所有灯泡，不亮的灯泡要换新，晚上所有的灯要打开。五，晚上12点之前要烧香拜佛，具体内容可观看前期视频哦。六，要穿红衣裳，挂红灯，放鞭炮以图吉利。七，大年三十这一天千万不要骂小孩，更不能争吵，否则来年不利。八，自己单独过年的朋友，建议你将电视机或音响全天全夜开放，以增加自己的气场。九，除夕坚持在工作岗位和在旅途上的朋友，请打开你的手机，放出嘹亮的歌声，并祝福自己心想事成，万事如意。十，无论男女，无论在你身在何方，只要在除夕夜晚的双手上写字，就是心想事成。方法是男左女右，男性朋友在左手，女性为右手，写上马到两字，男性朋友在右手上，女性为左手，写上成功两字，好运多多，心想事成。注意要用红笔写字，如果不能用红笔，只能退而求其次用其他颜色的笔。另外手上的字要保持到大年初一方才有效，
除夕夜里开运法，守岁贴福煞年熬年。除夕守岁是来年开运的最领先最重要一周，早在魏晋时期就有记载，除夕晚上一家老小熬夜守岁，欢聚酣饮，共享天伦之乐，这不仅是炎黄子孙很重视的年俗，更重要的是能将你过去一年不好的运势驱赶，迎来全新的运势气势。难怪常年在外工作的人们此时也一定要赶回家团聚，因此守岁又称熬年。在大年三十到来之前，别的门市可以不要，但一定要贴上一张红彤彤喜洋洋的福字年画或对联。春联又称对联，最初是一种辟邪的东西，后来与文字书法对接，成为春节期间家家门院屋门必贴之物，代表吉祥喜庆。春联品种繁多，凡是有门之处几乎都要贴。中国人喜欢红色，到处贴满用红纸写的春联，也是用吉言教育后人。年画内有各种故事，在我国诸多年画中以鱼画、娃娃画为较为普遍，因为鱼意味着钱粮有余，娃娃则象征着人丁兴旺。年夜饭讲究团聚，传统里有各种形形色色的饭局，但天字一号最重要的是当属大年三十晚上的这顿年夜饭，因为它像代表着至高无上。古时的贤明圣祖清明共聚，按照风水的卫理学原理，年三十夜通常是在不便在别人家里久留，需要家人团聚就餐。年夜饭要讲究吉祥，多讲吉利话，多喝吉利酒。过年吃饺子是北方人的习俗，而南方人则是满汉全席居多。大年三十晚上辞旧迎新，在北方一定要吃饺子，在众多的饺子中只包上几只带有硬币的饺子，谁吃到了这样的饺子就会预示在新的一年里会交到好运，有吉祥之意。此外在初五这一天一定要吃饺子，也称为破五，就是把饺子咬破，寓意将不吉利的事儿都破坏，有驱灾辟邪之意。当然对于南方的朋友来说，虽然不一定是吃饺子，年夜饭讲究也是很多的，鞭炮不能中断，爆竹又称鞭炮，大年初一清晨要燃放，过去祭神祭祖是要燃放，爆竹声后红纸满地，人称满堂红，预示来年大吉。大年三十放鞭炮，除了放其他鞭炮外，几十响或几百响的连炮是一定要放的，意味着你气往开来，驱散霉运，好运连连。注意，如果你连放炮时中断，又把它点着了，没能一次放完，这意味着你运势和去年一样。当然，现在很多地方不允许燃放爆竹烟花，因此换成其他方式也是可以的。祈福许愿谢恩，古人认为人命取决于天和地，天地人要和谐统一，所以我们在除夕之际要好好感谢天和地。提醒如果过去一年来运气不错的朋友，应该感谢天地对你的眷顾，并请求他在未来一年内一如既往的关照你。如果一年来走霉运的朋友，也要感谢天地，这是天地对您的考验。对于那些一年来碌碌无为虚度光阴的朋友，也要感谢天地，他仍然让你活在人世间，仍然对未来充满希望，同时也要祈求天地在新的一年给你力量和希望。此外我们还要感谢父母家人，感谢同事朋友和一切需要感谢的人。好了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，如果您有什么意见或建议，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，大佬会尽力满足您的需求，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。